葛仲珊热力开唱春浪音乐节，暌违两年再次回来垦丁。从26号下午，乐团开始接力表演。苏打绿主唱吴青峰单飞后首次公开演唱，也选在这里。垦丁大街从前一天晚上人潮开始比平常多，民宿及饭店业者早就引颈期盼，希望能够带动观光人潮。那都是一般都是来参加音乐季的啦，嗯，然后因为有活动嘛，哈，然后天气也不错，所以大家都下来垦丁嘛。民宿业者乐得少了些空房，饭店柜台也排了不少民众准备入住。根据统计，26号住房率明显攀升，核心区旅宿业者订房率冲到8到9成，但在外围区的业者依旧平均不到5成。住房率就达到8成多，将近9成，当然感觉到一直活络上来。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反应呢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大概有达到8成，换句话说，大概是3000多。希望春浪音乐节能够活络观光，不止单单一日。垦丁的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还盼能够吸引更多人潮，带动前潮。三立新闻张晃明、林玉姿，屏东报道。